OK， 舞会邀请的三这个、啊，每个人物三这个、啊，剩下应该都还好。建构五次，到时候再建构。作战六次，作战十八次。我们才三次，好，不管，烈火已经有新的，啊，那就直接破，直接破，来，仪式。旧时代的复仇，代表旧帝思想复仇。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，我还以为他放弃了。和瓦吉特合作可不是好选择。不过，特地制造失踪事件引诱我来遗迹，只有那个可能。旧时代的糟糕。人神试炼，OK。戦を始めます。つまらないですよ。はあ、味気ない。防御。在三种争议中选择一个吗？我全都要。这个比较强。全都要了。好，所有攻击。晕眩啊，晕眩。卡西部落的守护神，阿努比斯才是大祭司。旧时代的祭司吗？我只忠诚于卡西部落，任何人、任何阶层都别想骑在我头上。这就是你的回答。那么，忠诚这一考验，你也能过关？不，我你会同意的。在我火焰消灭你的精神与肉体之前，恭喜，拿干将。先手必勝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。味気ない。你好，我是负责考验知识的。关于祭司的知识一定不会有问题。这个不算赛特自己亲自来，算旧时代的知识没有记录在火神大脑必要。你直接宣布我同我部，这是我的任务。我劝你把那些无聊步骤都忘记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样意义是什么？邪魔するものはすべて消し済みにしてくれ。不懂。味気ない。千灵宝物。戦を始めます。つまらない。旅に出してやる。ママのために。扛爆！
又要选择。喂。力量。在灵魂之翔彻底放弃之前，我通过了试验打败守护者，还有一位见证人见证一切。前往并不是人神，但就祭司的角度，我和守护神没什么区别。我宣布你通过，公报师兄。到底要干嘛？要打就来打，不打你会怎样？先拿奖。可能最后打完这些的，才会出现最后一个宝箱吧。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你真的很强，你不适合做剑，你应该做守护神。就像安努比斯一样做祭司的守护神。我是火神，你是守护神。好，最后一个奖。哦，轻松。结束。三个都破，仪式。天空，天空，来，全部星空。ここにお客様を呼べるかしら。なんで休暇中に海の家。へえ、
緑が多くていいところじゃん。はい、中。仕事着に着替えたことだし、凡人の苦労を知ること。あら、今まで仕方ないわね。軍隊が勝利するためには。シースパーク。406406公车哦，对啊，啊，那 你要打开你的手机，我看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看。对啊，这边会显示，对啊，对啊，这边有显示啊，平日几点班。
120万。啊，1021，好吧，占利多100万。啊，就这样，应该没什么东西。OK。